时候，最适合来吃热腾腾的火锅。但是市面上的火锅真的能让你吃得安心又健康吗？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尝试一般市面上火锅可能遇到的四个问题，包含有高热量、高嘌呤、高钠含量，还有汤头可能是由人工香料调配而成。那首先是热量超标的问题，像大家冬天很喜欢吃的麻辣锅，它光是汤底的成分，每1000cc 就含有1000大卡。那 cheese 锅呢，每1000cc 更高达3000大卡。那像很多女生很喜欢吃的巧克力锅，热量更是惊人，它每1000cc 就有5000大卡。那像就有报道说到啊，就是我们吃喝两碗麻辣汤就有850卡的热量，那吃一顿的麻辣锅，你所摄取的热量就含有2400卡，其实就已经超过我们人体一天所可以摄取的热量。那第二个就是高嘌呤的问题，那市面上很多高汤都是由动物性的骨头，像是一些猪大骨啊，或者是鸡鸭骨头熬制而成。那熬得越久呢，汤头越香浓，但是含的嘌呤量也越高。像是一些肉汤啊、鸡精啊，其实都被列为高嘌呤的食物。那很容易就是吃了一些呢，就会超出正常人就是每人每天建议的可以吃进去的嘌呤量。那对于一些痛风的患者，就必须特别的小心。那就曾经有一个18岁的案例因为他平常3不5时呢，就很喜欢到处去吃火锅，那饮食没有适当的控制，才导致这么年轻呢就痛风缠身。所以对于一些痛风的患者，在冬天进补火锅的时候，就必须特别的小心，避免选择一些高嘌呤的火锅，然后造成尿酸堆积更加恶化。那第三个就是汤底钠含量超标的问题，像市面上有一些汤头，为了让它喝起来更有味道，常会加入过多的盐分。那台湾人在吃火锅又很有喝汤的习惯，那平常呢又很喜欢把一些火锅料来蘸酱食用。那其实这样就是你吃一餐的火锅，其实摄取的钠含量就会超过国健局建议正常人每天可以食物的钠摄取量。那对于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或者是三高的患者，就必须特别的小心。最后呢，就是最近新闻炒的沸沸扬扬的人工添加物的问题。因为市面上很多火锅可能都会标榜说是纯天然，但真的是纯天然吗？像是这些姜母鸭啊、麻油麻辣锅啊，或者是番茄汤啊，都可以从一些人工香精调配而成。那这些人工化合物长期吃进我们身体里面呢，就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伤害。所以呢，我们国中和医院中医部呢，就推出了健康新美味药膳养生火锅汤包。它是由纯天然的中药材组成，健康又养生，也没有上述事项的那个火锅问题。那我们先来比较一下市售火锅跟我们推出的药膳养生火锅的差别。首先是汤底高热量的问题。那因为我们的药膳火锅呢，它是由纯天然性的中药材熬制而成，所以低卡又低热量。那如果你在选取食材的方面，你可以选择一些新鲜的蔬菜跟一些低热量的食材一起炖煮的话，然后在吃火锅的同时也可以减少调味料的使用，那么就可以避免不用担心你光吃一餐火锅就摄取过多的热量。那对于一些想要减肥或者是控制体重的民众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那第二个就是市面上火锅大部分都是由一些动物性骨头熬制而成，会造成高嘌呤的问题。那我们用药膳火锅包取代一般的汤头，它不是由动物性的骨头熬制而成，所以自然就没有一些高嘌呤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高钠含量的问题。我们的药膳火锅呢，是因为它是由中药材炖煮而成嘛，所以它有中药材特有的清香味，所以只要不加盐呢，其实就很有味道。也同时因为这些清香味呢，我们可以减少我们在吃火锅的同时常用一些蘸酱的使用，那这样就可以降低钠的摄取量跟减少肾脏的负担。那最后呢，就是市面上的汤底可能是由人工香精调配而成，那我们的药膳火锅是由纯天然的植物性中药材熬制的，
对于素食者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呢，我们就介绍我们的中医部推出的药膳养生火锅汤包，里面主要的药材有五味子、砂仁、小茴香、白豆蔻、紫苏叶、全参、大附皮、桂枝、麦门冬、生地等十味。那接下来我就会为这十味药材做一个介绍。我们的药膳火锅汤包主打呢，就是以脾胃养生为主，像是砂仁、小茴香、白豆蔻、紫苏叶、大附皮，它们都有强健脾胃的效果。那因为它们也都是属于一些辛香味的药材，所以吃了呢具有酱油脂跟去油腻的口味。那除了这五个药材，包含桂枝啊、五味子，它们都是属于温热的药材，所以吃久了其实很容易造成火气大跟胃火过旺。那我们就加了三味寒性药材，包含全参、麦门冬跟生地，它有清热解毒的效果。那寒性药材跟温性药材一起并用，可以达到一个平衡。那为什么要强调脾胃对我们人体特别的重要？因为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也就是脾胃在我们身体里面的角色呢，就是吸收消化食物，然后转化成能量，提供我们正常人体活动所需。那古代名医李东垣，他因为出生在战乱饥荒，那时候人民没有东西吃，营养不足，所以造成很容易生病，生病不会好。因此呢，李东垣他就发展出了一道脾胃论，他就说啦，元气呢，脾胃呢是元气之根本，那元气又是健康之根本，所以脾胃不好的话，就很容易生病，而且生病也不容易好。他特别强调脾胃对人体的重要性。那当然，现在的人比较没有营养不足的问题，反而是营养不均或者营养过剩。但是呢，这些都是一些伤害脾胃，这样影响健康。所以我们中医部推出的药膳养生火锅就是主打以养生为主。那像是砂仁、小茴香、紫苏叶、大附皮、白豆蔻呢，归经都是以归脾胃经。那所谓归经的意思呢，就是这些药材，这几个药材它的临床上的疗效是主要作用在脾胃这两个脏腑，所以有健脾整胃的效果。那因为其实这五个药材呢，也是市面上一些药膳火锅会加的基本的药材，因为它们都具有辛香味。那辛香味呢，可以刺激胃充血，导致胃酸分泌，让我们胃口大开，这同时就可以减少一些调味料的使用，然后降低肾的负担。然后这几个药材其实也是一些温热特性的药材，所以吃久了会造成胃火过旺，容易上火或者是口干舌燥的特点。那为了避免这些特点，我们就加了三味全参、麦门冬、生地三味性药材，其实它也就是我们方剂增益汤的三味组成分，它可以清热解毒，降低一些吃火锅容易上火的缺点。那《内经》又认为肝生脾，故肝之品最利于脾胃。那这三味全参、麦门冬、生地又属于肝之品，所以对脾胃也很有好处。那我们里面的内容呢，其实还有加了五味子这味药材。那五味子呢，它因为它的性味偏酸，所以可以益气生津止渴。因为有些人吃火锅容易上火跟口干舌燥，那五味子具有生津止渴的功效。那跟刚刚这一页的增益汤一起并用，两个一起并用，其实可以加强一些降火气的效果。其实它的功能就有点像是我们吃麻辣锅的时候会喝酸梅汤，就是可以达到去油解腻，还有降低口干舌燥的功能。所以如果加入五味子呢，可以避免同时吃火锅和喝饮料。那对于一些想要减肥跟控制体重的民众来讲的话，又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取。那再来就是大腹皮，如果吃火锅吃太多，容易吃一些胃胀、胃闷、胃不舒服、脾胃不运作的现象。那大腹皮呢，它可以兴奋我们的肠胃道，造成我们的肠胃道消化变好，那就可以降低一些食物堆积在我们胃部里面造成的不舒服感。
那同时呢，因为市售的火锅料常含有过多的盐分跟味素，很容易造成体液滞留、水肿的产生。那大腹皮呢，它有行气利水、降水肿的功效。再来呢，我们里面药材里面还有加了砂仁，因为火锅的辛辣味道会刺激胃肠壁黏膜，引起胃酸分泌跟胀气。那砂仁呢，它能化湿醒脾，然后可以行气，增加消化功能，所以可以解决这个胀气的问题。那其实我们吃我们的那个药膳养生火锅呢，其实还要必须特别注意几个注意事项，像因为我们火锅主打以脾胃养生为主，所以它特别适用于一些脾胃虚弱跟脾不健运的人。那对于一般民众呢，都有强健脾胃的效果。那因为火锅汤包是由纯天然性中药材熬制而成，所以它低卡又低热量。那对于一些想要减肥或者是控制体重的民众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那禁忌的话，对于一些感冒或者是发炎性疾病的人，就建议不要使用。那如果有些民众呢，本身就很容易上火跟火气大的话，也应该要酌量的使用。那这是我们的药膳养生火锅汤包建议的烹煮方式，就是可以选择一个药材包，或者是我推出的药衣包，跟新鲜的蔬菜一起炖煮。可以选择一些像是玉米啊、胡萝卜、洋葱、番茄一起炖煮，这样汤头呢喝起来会有药材的清香味，也会有蔬菜的甘甜味。那最后呢，再加入一些鸡肉或者是猪肉一起炖煮。那肉类的油脂它可以降低有些药材产生的苦涩感，让汤头跟喝起来可以更加的滑顺。那最后呢，就会形成我们的低钠低的低热量的药膳养生火锅。那其实呢，我们对于我们有做我们药膳养生火锅汤包的试喝的问卷调查，我们就统计30个人，那其大部分以女性为主，那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那统计的分布年龄层呢，大约在26到35岁为多。那平均冬天每月吃火锅次数以2到3次为多。那我们问卷总共有12个题目，然后以1分为非常不同意跟5分为非常同意来计算。那首先以药膳火锅的口味来讲的话，例如说香味浓不浓郁，那汤头会不会喝起来很甘甜，跟会不会喝起来会不会肠胃不适，跟容易上火跟口干舌燥，其实大部分统计出来的分数大概在4分左右，就是大家觉得药膳火锅汤头口味反应还不错。那一般民众呢，其实都会觉得药膳火锅它具有养生的效果，而且也比市面上的火锅来的健康。那有些人呢，特别相较一般的火锅呢，药膳火锅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我们中医部推出的药膳养生火锅就可以作为他们更优质的选择。那因为我们除了有推出药材包，然后还有推出药衣包。其实药衣包非常的方便，你回家只要把它加热，然后跟食物一起炖煮，就可以完成一道火锅。所以一般民众都会觉得使用上非常的方便，而且觉得售价算是蛮合理的。那吃完之后会不会想购买，跟会不会推荐亲朋好友，大家意愿都是蛮高的。那我们在12月2号呢，我们有在我们郭中和医院外面的大厅举办试喝活动，然后那时候我们的邱副院长跟张富南健康管理师有到现场做推广跟请民众试喝。那我们中医部的蔡文佳医师呢，也有到现场接受民众的咨询。那还有我们的药剂科冯伟豪主任有亲自到场为民众解说一些药材的功效。那这是我们中医部推出的药材包跟药衣包。那其实一包药材包它可以煮的分量大概就是4到5人份。那药衣包的话，我们建议它烹煮的方式就是以一包药衣包以1:2的比例，就是以一包药衣包跟2份的水一起来熬煮。那其实也可以依照你个人的口味来增减那个水分的含量。那因为年节快到了嘛，
所以我们有推出一些精致养生汤包精选四组优惠礼盒，就是依照大家不同人的需求，就是你要有些人想要药材包，有些人想要药衣包，然后送。